你妈了个屁的废物，真的是个废物！妈呀！完，二楼一个，楼外也有。楼外，楼外左边，二楼也在。你先打，别在楼里。看一个帘子后面。我快死了，我快死了。你救他，我去蒙了他。我摸他，我摸他。哎，救不了你，三哥。一楼有，一楼有，一楼有。完了，我被左边打了。没事没事。外面二楼的又打了。二楼。啊？我被打了。不管你是谁，现在立刻马上冲的。我懂，这一枪就是告诉他你来了。挡死他，死了。我的天，兄弟！兄弟，这就是偷背身、偷车身的快乐吗？脸上，错了，爹。你问他你错哪儿了？问他开麦。你还在追，你还在追，你打得过我吗？别打。可惜了，有个着了。他让外面房翻窗户翻进来，他开这个门进来的。